各位中午好，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郭阳子。欢迎你好，我是翔义。头条持续来关注到的是马尔代夫的总统穆伊兹在8号展开对华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日前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马尔代夫共和国总统穆伊兹将于1月8号至12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后续有跟进报道，那接下来要关注是印度洋岛国马尔代夫，它是一个著名的度假胜地，而整个国家分布在海域上，那陆地的面积是十分少的，也是亚洲面积最小的国家。马尔代夫近年与中国保持友好交往势头，2014年更是构建中马面向未来的全面友好合作伙伴关系。位于北印度洋上的马尔代夫由很多个大大小小的岛屿组成，距离印度南部约600公里。马尔代夫陆地面积只有298平方公里，是亚洲面积最小的国家，人口约为55.7万，不均匀地分布在180多个岛屿上。中国与马尔代夫在20世纪60年代初就已经有外交往来，两国在1972年10月建交。中国驻斯里兰卡大使兼任驻马尔代夫大使，到2011年11月8日，中国驻马使馆正式开馆。中马近年来保持友好交往势头，2014年9月，两国同意构建中马面向未来的全面友好合作伙伴关系，两国领导人之后曾多次互访。在2023年10月，马尔代夫总统穆伊兹派遣特使来华出席第3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至于经贸合作方面，中马经贸合作关系始于1981年，建有经贸联委会机制，首次会议于2014年12月在北京举行，2017年12月签署中马自贸协定。中国对马出口商品主要包括建材、交通工具、机械及通信设备等。从马尔代夫进口商品主要为水产品，当前双边经贸合作发展势头良好，2022年双边贸易额超过4.5亿美元。位于印度南方的马尔代夫在1965年独立后就与印度建立了密切军事、经济和文化联系。印度在当地有小规模驻军及停泊了数架巡逻机。当地媒体表示，自2008年开始，历任总统都将印度作为上任后的首次出访目的地。不过2023年11月上任的穆伊兹就未有按惯例到访印度，而是先访问土耳其，之后再到阿联酋出席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穆伊兹旅行后更随即按照竞选承诺，要求印度政府撤出军事人员，表示要确保马尔代夫没有任何外国军事存在，以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并强调马尔代夫太小，不能卷入地缘政治竞争，日后将与所有国家合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刚刚日本大地震的后续消息，在日本石川县能登半岛的7.6级强震，现在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达到了161人，而下落不明者103人。由于说冷空气入侵，石川县灾区在7号的傍晚也开始降雪，预测将会持续到8号。令在这外避难的灾民处境也变得更加艰难。而另外，位于石川县的志贺核电站受损严重，核电站排水沟出口附近的海面发现有少量的油污漏出。据石川县金泽地方气象台发布的信息，受冬季气压控制，石川县等地7号普降大雪。受此影响，石川县决定自7号晚开始，对途经地震重灾区轮岛市、株洲市的国道、县道等7个区间实施临时禁行。由于位于轮岛市的能登机场因跑道损毁而被迫关闭至24号，能登半岛交通在此期间中断。物资短缺加上天气严寒，在偏远灾区，有灾民仍被迫在农田的温室大棚中避难，处境更加艰难。日本首相岸田文雄7号在东京表示，将立即采取措施，向灾区部署除雪设备、运送燃料及保暖物资。大雪も予想されています。こういった事態に対して、除雪車も投入しながら、孤立地域を含めた被災者の方々のこの安全確保のために、この早急に取り組むべきこと。例えば毛布や燃料のといった物資の確保などですね、対応を至急進めて、いきたいと考えています。現地と連携を取りながら必要な対応を取ってまいります。另外，受地震影响，位于石川县的志贺核电站受损严重，共有超过2.3万升绝缘和冷却用油泄漏。
日本北陆电力公司原本表示泄漏的油基本已回收，但7号再次确认时发现受损变压器附近的侧沟里存在微量油膜。此外，连通侧沟的排水沟出口附近海面发现有油膜。北陆电力公司并指油中不含放射性物质，对外部环境没有辐射影响。受福岛核电站事故等影响，志贺核电站自2011年3月以来一直未重启。日媒认为，此次能登半岛强震带来的影响将使志贺核电站重启问题再现争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这一场日本能登半岛里氏7.6级的强震，官方公布的数字至少有超过1000栋的房屋倒塌，而重灾区的灾情还没有办法准确的统计。而重灾区七尾市记者也观察到，倒塌的房屋大多是木造的土坯房，并不符合日本政府规定的防震标准。我们现在来到的地方呢是石川县的七尾市。七尾市呢在能登半岛的东南部，在地震的时候呢，它就经历了震度达到6强的非常强烈的摇晃。这个七尾市啊，它有一个特点，我在现场就观察到很多房子啊都是非常古老的建筑，比如说像这个房子，它本身呢就是一个屋顶呢全部都是这种瓦造的。瓦造的房子在东京真的很少见，但是我们来到这个北陆地区啊，石川县发现很多在灾区啊倒下的房子都是这种瓦造的房子，而且呢大家看里面啊，这个房子的墙都是土还有木头建成的，所以这样的房子呢，其实我认为它的防震性就非常的差。那我们也看到一个统计呢，就是说实际上在石川县的株洲市，这个株洲市呢在地震当中啊遭受到了非常毁灭性的打击，它的这个防震啊只有51%左右才满足日本规定的最新的防震标准。那整个石川县总体来说，很多房子呢并不满足防震标准，这也是为什么这次在地震当中啊它倒塌的房屋很多的原因。我们再往前面去看看，那边也是有房子就直接倒下来了。这一带很多房子确实都是很古老，因为这个一本山街道它是一个商店街啊，已经很多店铺呢都有几百年的历史。这个街道本身啊也是有很多古老的建筑，它本身有600多年的历史。哇，这个房子真的是它垂直倒下来了，可以想象地震发生的时候遭遇了多大的能量。这上面有一张贴纸，写的是现在一段时期呢它会没有办法营业。哦，原来是一家蜡烛店。本当に潰れてるお家っていうのはやっぱり100年近く経ったお家とかが多いですよね。能登地方っていうのはやっぱ瓦のお家が多いので。はい、瓦なんか伝統があるんですか？そうですね、昔から多いですよね。凤凰卫视林淼、陈年正盛、大泽大介、日本石川报道。我们来关注一下以哈局势。以哈冲突7号踏入第4个月了，以军7号密集轰炸加沙地带的南部，至少有82人死亡，其中就包括了2名阿拉伯半岛电视台的记者，而其中一名遇害记者是半岛电视台加沙站长的儿子。以军总参谋长哈莱维就声言，整个2024年以军将会继续在加沙地带作战。殉职的半岛电视台记者哈姆扎遗体被分到拉法的医院时，他的家人和在场民众都悲痛欲绝。哈姆扎的父亲是半岛电视台加沙分站的站长瓦埃勒达赫杜赫，他的妻子及3名孩子早前已在新一轮的加沙冲突中身亡。哈姆扎是他的长子，他说无法接受一家人先后丧命的噩耗，又希望外界认真了解加沙8人的苦况。ما يحل بهذا الشعب الفلسطيني، ماذا فعل لهم حمزة؟ وماذا فعلت لهم أسرتي؟ ماذا فعل لهم المدنيون الآمنون في قطاع غزة؟ لم يفعلوا شيء، لكن العالم يتعامى عما يحدث في قطاع غزة. 哈姆扎是半岛电视台的兼职记者，他与另外2名记者乘坐的汽车在拉法附近行驶时遭到以军空袭，哈姆扎与其中一名记者死亡，另外一人受伤。半岛电视台事后严厉谴责以色列。正在中东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则对哈姆扎的家人一而再痛失亲人表示深切难过。
加沙当局统计共有109名记者死于新一轮冲突。以哈冲突七号踏入第四个月，停火遥遥无期，战事反而愈演愈烈。以色列的舰艇向加沙海岸的建筑物开火，海面弹起一个又一个水柱，岸上的民众四散逃避。以军又密集轰炸南部城市汉尤尼斯和拉法等多个地区，至少82人死亡。加沙当局表示，三个月的冲突至今最少有22800人死亡，其中包括9600名儿童，另外58000多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哈莱维七号在前线视察时表示，整个2024年以军都将在加沙地带战斗。以色列财政部估计，2024年的战事将会再需要500亿谢克尔的军费，折合大约136亿美元，财政赤字将会增加三倍。除财政负担外，以色列内阁的新一次会议有三名部长没有出席，全部都属于民族团结党，其中两人更是战时内阁的成员，引起外界猜测，内塔尼亚胡的联合政府可能因为对哈马斯的战事进一步分裂。凤凰卫视综合报道。另一方面，以色列军方七号在夜间也发布了通报说，北部梅隆空军基地被黎巴嫩真主党发射的导弹给击中，出现了损毁。真主党发布的视频看到，六号向梅隆空军基地发射了60多枚的导弹，还有火箭弹，这也导致基地有多个监控设施受损。梅隆空军基地也是以色列最重要的两个基地之一，负责监控来自北部边境的威胁。以色列的军方也承认，梅隆空军基地被多枚的反坦克导弹给击中，但是以色列的防空作战系统是没有受到影响的，也已经启动了后备系统。以军已经对此展开调查，要避免此类的事件再次的发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就表示，真主党应该看看哈马斯过去几个月的遭遇，这也说明恐怖分子逃不掉。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正在中东访问，哈马斯高级官员七号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发表讲话，呼吁美国政府重新审视在以哈冲突当中对以色列的支持。وفي الوقت الذي يقوم به الوزير بلينكن بزيارة للمنطقة، فإننا ندعو الإدارة الأمريكية إلى مراجعة شاملة وواقعية للسياسات الأمريكية التي امتدت على مدى شهور ثلاثة خلال هذا العدوان وإلى مراجعة لموقفها تجاه ما يجري على أرض فلسطين من انتهاكات ومجازر وحرب إبادة كان العامل الأساسي في استمرارها هو الموقف الأمريكي الداعم لهذا الكيان。哈姆丹还重申了哈马斯方面的立场，即在永久停火的基础之上，就人质释放问题展开谈判。同时，他并呼吁阿拉伯、伊斯兰和非洲国家支持南非在海牙国际法院就以色列在加沙地带实施种族灭绝提起的诉讼。而谈及战后加沙的未来，哈姆丹说，任何在以军监督下运作的政府既不会存在，也不会成功。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七号则是分别会见了卡塔尔还有约旦的领导人，两国现在都表示必须要尽快的促成加沙地带停火，而布林肯就表示以色列需要调整军事行动，要减少平民的伤亡，并且让更多的救援物资进入到加沙。他也警告了冲突的蔓延风险也变高，而布林肯当天又转到了阿联酋继续他的中东访问行程。布林肯七号到访卡塔尔，在王宫同国家元首艾米尔塔米姆会面，塔米姆表示必须尽快促成加沙停火，保护平民，并向加沙提供更多人道主义援助。布林肯又同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会面，穆罕默德表示，哈马斯政治局副主任阿鲁里日前在黎巴嫩被杀，对卡塔尔调停以哈冲突造成影响，但卡塔尔仍会继续努力斡旋。布林肯表示，美方一直重视防止冲突蔓延，并警告称，当前冲突转移风险高。So from day one, among other priorities, we have been intensely focused on working to prevent the conflict from spreading, and that is indeed a major focus of what is now my fourth visit to the region since October 7th. This is a moment of profound tension in the region. This is a conflict that could easily metastasize, causing even more insecurity
and even more suffering. 布林肯还表示，美方拒绝接受以色列方面有关迁移加沙地带巴勒斯坦人的声明，并会再次敦促以方提供便利，让更多救援物资进入加沙。针对也门胡塞武装在红海袭击商船，布林肯强调，美国将和超20个国家一起在红海开展护航行动，维护红海地区的海上安全。布林肯到访卡塔尔前，在约旦首都安曼同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会面。阿卜杜拉二世警告说，加沙冲突持续将带来灾难性后果。他重申，如果巴勒斯坦问题不能公正解决，并在两国方案基础上实现公正全面的和平，中东地区将无法获得稳定，并重申美国在停火和援助加沙方面可发挥重要作用。阿卜杜拉二世又强调，约旦反对强制迁移加沙和约旦河西岸民众的企图。布林肯还与约旦外交大臣萨法迪举行会晤，并参观了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位于安曼的物资仓库。凤凰卫视综合报道。在纽约流浪的复旦博士，在美国的起落还有大量个人信息不为人所知，而他走过的弯路或许可以给未来的留学生提供更多的参考和警示。这位曾经流浪的孙博士自称是美国公民，从身份上说是一个美国人，相关事务应该和美国当局打交道。从他在美国举目无亲的状态看，未来生存发展充满挑战。孙博士的弟弟表示，家人曾以为博士在美国从事保密工作，所以才一直没有联络，说明家庭关系并没有破裂。而且其弟也传出准备把哥哥接回国照顾，如果不再返回美国，选择在中国生活，理论上说有回流机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第13条规定，曾有过中国国籍的外国人具有正当理由，可以申请恢复中国国籍，被批准恢复中国国籍的不得再保留外国国籍。具有正当理由指的包括国内有近亲属，以及要有一定的经济能力和住房条件等。包括校友会等组织或许能够提供短期的支援，而更长期的安排则需要孙博士和家人商定。国籍法也规定，加入、退出和恢复中国国籍的申请由公安部审批，也就是审批部门需要了解清楚申请人的背景，包括当年加入外国国籍的证明，以及没有犯罪证明，由外国警局出具使领馆认证。孙博士口中的16年流浪经历，并非简短对谈能够解释清楚，他到底走过什么弯路，踩过什么坑，如果了解清楚，能为未来希望留学海外的学生提供更多警示，少走弯路，少踩坑。他的个人命运是否和变化中的中美政经关系有关，所学专业的选择是否和他后期的坎坷有关，这些都有待于他更多的讲述和评价。孙博士的经历有其特殊性，但在部分不得志的留学生当中也有共性。他如今坦然面对镜头，打开内心的时候，会有更大机会把他的遭遇和盘托出。这些坎坷对他个人是不幸的往事，对未来希望到海外求学的学生和家长来说，能让他们提前预知需要具备什么样的素质，以及要做什么样的准备。凤凰卫视蒋晓峰香港报道。欢迎收看，我们再看到是亚太区的股市在今天呈现普遍下跌，韩国股市震荡下跌，台湾股市早盘最多升约1%，随后升幅收敛，而日本股市方面因为假期而休市。沪深股市的三大股指呢，则是集体下跌。我们来了解一下具体的数据。沪指呢，中午暂报2902点，下跌26点，跌幅0.91%，半日成交1738亿人民币。深成指中午报9009点，下跌106点。跌幅1.17%，半日成交2291亿人民币。再来看一下香港股市方面，恒生指数高开46点之后快速走低，科技股跌幅居前，科技股指数半日下跌超过3%，而恒生指数中午收盘报16197点，下跌337点，跌幅2.04%，主板成交479亿港元。
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在日前发文，就金融支持住房租赁市场发展提出了17条的具体意见，当中就包括了支持住房租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及建立健全金融支持体系等等。而分析就预计政策落地之后，将会进一步的完善租购并举的房地产发展模式，要满足市场需求。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5号晚上印发关于金融支持住房租赁市场发展的意见，在支持发展住房租赁市场提出17条举措，自2月5号起执行。意见要求，金融支持住房租赁市场发展应突出重点，瞄准短板，主要在大城市围绕解决新市民、青年人等群体的住房问题，增加保障性和商业性租赁住房供应。支持商业银行向房地产开发企业、工业园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企事业单位等各类主体依法合规新建和改建长期租赁住房，发放住房租赁开发建设贷款，期限103年，最长不超过5年，并鼓励商业银行满足团体批量购买租赁住房的合理融资需求，前提是风险可控和不新增地方政府隐形债务。意见并指出，要稳步推进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的试点工作，促进住房租赁企业长期稳定经营，防范短期炒作，并强调应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业内人士认为，相关举措覆盖住房租赁开发建设贷款、团体购房贷款、经营性贷款等方面，预计政策落地后将进一步助推住房租赁市场发展，完善租购并举的房地产发展模式。易居研究研究总监严元静认为，政策将有效引导住房租赁企业提供更多房源，满足新市场、青年人群体的住房需求，保障住房需求侧的相关权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芯片企业英伟达为了满足美国对华限制而开发的中国特供版人工智能芯片，在中国市场遇冷。中国的云计算大客户对这些降级版的芯片缺乏兴趣。报道指出，去年10月，美国当局发布新规，阻止英伟达向中国出售尖端人工智能芯片。英伟达迅速为中国开发了特供芯片，然而中国的云计算大客户对购买性能降级版芯片缺乏兴趣。知情人士称，去年11月以来，阿里巴巴、腾讯等中国大型云计算公司一直在测试英伟达的特供芯片样本。他们已向英伟达表明，今年订购的芯片数量将远远少于原计划购买的已经被禁的英伟达高性能芯片。报道称，从短期来看，英伟达降级版芯片缩小了与中国本土产品的性能差距。阿里和腾讯正在将一些订单转移给本土公司，并且更多的依赖公司内部开发的芯片。另外两大买家百度和字节跳动也是如此。从长期来看，由于美国监管机构已承诺定期审查芯片出口管制，并可能进一步收紧对于芯片性能的限制，中国客户并不确定英伟达是否能够持续向他们供应芯片，因此中国科技公司正调整商业策略，为未来更少使用英伟达产品做准备。报道并指出，中国是英伟达最大的市场之一，为其贡献了大约1/5的收入。在中国云计算公司目前使用的高端人工智能芯片中，大约80%来自英伟达，但未来5年这一比例可能会降至5到6%。凤凰卫视综合报道。要关注是美国阿拉斯加航空这一架波音737 MAX 9客机日前因为起飞之后发生了机舱壁脱落而紧急降落。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局委员会主席霍门迪在7号对媒体表示，事故造成部分的乘客受到了轻伤，但所幸事发当时没有旅客坐在脱落的机舱壁旁边。霍门迪说，在客机的另外一侧机身的上面又有一块是与发生脱落的机舱壁完全一样的舱壁，而委员会也将会对这一块舱壁来进行检查。他也提到了委员会目前并不认为事发客机的整体设计存在问题，但在现阶段的调查范围也将会十分的广泛，包括对波音公司的飞机制造流程展开调查。而目前事发客机的黑匣子已经是被送往了实验室来分析。而应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的要求，美国各航空公司已经停飞了旗下所有的737 MAX 9客机，要共计是171架。欧洲航空安全局、英国、马来西亚等航空监管机构也陆续采取了停飞手段。香港大湾区航空表示，高度关注美国阿拉斯加航空波音737 MAX 9客机事故，会同民航处保持联系，并且向波音公司深入了解事件。
大湾区航空就指出，公司去年3月宣布订购15架737 MAX 9客机，到今年底才开始陆续的服运。而事件当中脱离机身的部件并非紧急逃生门，而是涉事客机使用的风门设计，与公司订购客机采用的紧急逃生门设计完全不同。他会与波音公司详细的了解以及跟进。关注这起案件是中国国家安全部在8号公布，国家安全机关近期破获了一起英国秘密情报局利用第三国人员从事对华间谍活动的案件。外籍人员黄某某系境外某咨询机构负责人。2015年，英国秘密情报局 MI6 将黄某某发展，建立情报合作关系。此后 ，MI6 指使黄某某多次入境中国，指导其以公开身份为掩护，为英方刺探搜集涉华情报，物色人员供 MI6 策反。MI6 还在英国等地对黄某某进行专业情报培训，配附专用间谍器材进行情报交联。经缜密侦查，国家安全机关及时发现黄某某从事间谍活动的犯罪证据，依法对其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经保密部门鉴定，黄某某向英方提供机密级国家秘密9份、秘密级国家秘密5份、情报3份。案件侦办期间，国家安全机关及时通报并安排领事探视，依法保障了黄某某各项合法权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中国国家安全部去年下半年公布多起美国间谍案，包括一名所谓的美国功勋间谍在华落网。去年十月，中国国家安全部公开一起2021年7月破获的美国间谍案。案件由四川省国家安全机关破获，挖出了美方在中国重点国防军工单位安插的情报眼线侯某某。据报，侯某某于2013年被公派赴美访学期间，被美方策访，以签订所谓商务咨询协议书的形式，向美方提供涉密情报，并获取报酬。去年9月，国安部公开披露所谓美国功勋间谍梁承运在华落网的详情。出生于中国香港的梁承运，现年79岁，1989年被美国间谍情报机关招募为线人，同年加入美国籍。在美方的精心打造下，梁承运戴上了所谓爱国慈善家的假面具，对中国赴美人员大肆刺探情报，监听窃密，甚至钓鱼执法，并使用多本身份证件经香港中转来到内地刺探收集情报，最终落网。去年5月因间谍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去年8月，国安部公布至少2起中央情报局间谍案，其中一名犯罪嫌疑人曾某某，1971年7月生，是中国军工集团重要涉密人员，公派至意大利留学进修期间，被美国驻意大利使馆官员策反。另一名犯罪嫌疑人郝某，1984年1月生，是中国某国家部委干部，在日本留学期间，被美国驻日本使馆官员策反。此外，国安部近日还发文披露，提醒军民要警惕网络上别有用心之人，避免落入非法获取国家军事信息的圈套中。文章指出，有境外机构依托网络社交平台，以免费提供设备、共享航空信息为诱饵，针对境内航空爱好者精准招募志愿者，并通过跨境邮寄设备指挥志愿者在渤海、东海、南海周边省份大量投放，非法采集向境外秘密传输飞行器飞行数据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来关注台湾大选，这周六要登场了。这选前最后一个超级星期天，这蓝绿白不约而同都在高雄造势。国民党当天的下午在高雄举办了万人造势大会，而国民党大选候选人侯友宜就喊话，民进党做不好就该换人做，而一众的蓝营大咖也都现身支持。台湾都知道，国民党7号下午在高雄梦时代前时代大道举行南台湾的怒吼高雄团结胜利大会，大批国民党支持者到场力挺，现场聚集超12万人。侯友宜在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台北市长蒋万安陪同下进场，一路上支持者争相与他击掌握手，现场气氛高涨。侯友宜，侯友宜，动算，侯友宜。侯友宜在发表讲话时批评民进党一党独大，不但没有进步，反而倒退，直言民进党做不好就该换人做。他表示，如果当选，要拿掉民进党废死台独非核家园的神主牌，并再次喊话民众集中选票投给侯康，开始用选票来骗取民众
忘了他以前为非作歹的事情，他不断地向他的人民掠夺你的选票，掠夺政权，起码糟蹋他的人民，骗选票，后摆你绝对会在脚底会这么死。这种的民进党不要再给我骗你好吗？好。蓝营一众大咖也到场助阵，前党主席马英九表示，民进党上台七年政绩有多糟糕大家有目共睹，指民进党大选候选人赖清德如果当选才是台湾最大的灾难，下架民进党才能拨乱反正。现任党主席朱立伦就指，做不好坏人是天经地义的事，民进党吃钱贪污弊案连连，一定要下台。他恳请选民看到国民党的决心，给国民党一个机会。他又指，侯友宜是以生命捍卫台湾的候选人，是为台湾打拼的好人才，连续四年的五星市长，强调侯友宜才能带台湾走正确的路，促进两岸和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我们看到侯友宜在七号结束了高雄造势大会之后，紧接着就在台北市长蒋万安还有高雄立委候选人陈美雅跟李梅珍的陪同之下，来到高雄的瑞丰夜市扫街拜票。而民进党候选人赖清德对废除死刑的议题一直必答，不愿面对。国民党候选人侯友宜就质问赖清德，选前就完全不听人民的声音，那么选后还会理人民吗？而且他说他会每天一问，直到赖清德讲清楚。媒体在问，人民在问，网络在问，大家问伊的时阵，他掉头就走，连插都不爱插人嘛。伊认为讲有法度限制言论自由嘛，完全听不进人民的声音。侯友宜跟店家以及假日出门逛街的民众一一的握手致意，要把握最后的时间来争取选票。很多民众支持者热情高涨，高喊这侯友宜动算，而且又拿出这手机自拍合照。而民众党的大选候选人柯文哲同一个时间也到了瑞丰夜市拜票，双方刻意避开，互不碰面。本周六就是台湾地区大选的投票日了。新党前主席郁慕明返台投票之前，在上海接受了本台的独家专访。他表示，台湾人民要问问自己，过去八年的日子好不好？如果不满意，就要珍惜这次的机会，做出改变。作为统派大佬，新党前主席郁慕明虽然离开台湾政坛，但他在大陆自媒体平台开设账号，积极向两岸关系发展建言，目前拥有超过360万粉丝。面对即将到来的台湾地区大选，郁慕明呼吁大陆民众要向在台湾的亲友积极催票。我们有亲朋好友在台湾的大陆同胞啊，不妨打个电话，就给他自己的亲朋好友说一句，说台湾是美丽宝岛，我好想到台湾来看你们。那这个能不能来看，是决定在你们手上了。那就这样呼吁一下嘛。1993年新党成立的发起人除了郁慕明，还包括这次台湾地区大选国民党副手候选人赵少康。郁慕明乐观预判国民党最终可以险胜，他也建言国民党要扩大开放两岸民间交流。侯友宜赵康他们当选的话，不仅是开放恢复两岸的交流，而且应该要开放大陆同胞申请台湾的居住证。首先开放在台湾有亲友的这些大陆同胞能够申请在台湾的居住证。郁慕明还表示，如果民进党胜选，也会积极寻求和大陆建立沟通管道。综合各种因素考量，台湾民调专家认为，这次大选结果胜负的差距可能在30万票到50万票之间。而大陆目前拥有数十万的常驻台胞，因此也成为不可忽视的力量。凤凰卫视黄德亮、何超上海报道。欢迎徐教授，我们接下来关注到是七号是东正教的圣诞节，乌军加强了对顿涅茨克和马卡耶夫卡教堂的炮击，而当天乌军也炮击了顿涅茨克市的第六医院，有三个人受伤。来看我们记者发自顿涅茨克市的现场报道。
东征教圣诞节的顿涅茨克没有一点节日的气氛。当天上午，乌军的炮火攻击了顿涅茨克市列宁斯基区第六医院的门诊楼，有三人受伤。乌军还炮击了市北郊的马卡耶夫卡，这个城市的切尔沃诺瓦尔代斯基区有两名平民死亡，五人受伤。可以看到，目前呢，乌军也是对顿涅茨克的市中心，并不因为马林卡目前的这种战役的态势呢，而减少对市区炮击的这种次数。星期天，阿夫迪耶夫卡的方向，从阿夫迪耶夫卡的北翼传来了俄罗斯军队向韦塞利以南推进的信息。东正教圣诞节的当天，俄军的突击队在科克索金姆方向进展顺利，在阿夫迪耶夫卡北郊的焦化厂东北地区扩大了桥头堡。当天，在巴赫穆特方向，俄军的突击队继续对巴赫穆特西南翼的克列西耶夫卡和安德里耶夫卡发起攻击，俄军成功地攻占了关键高地的四个阵地，战斗仍然在发展之中。在扎波罗热方向，俄军继续保持在拉伯蒂诺、新普罗戈波夫卡、维尔博沃耶地区反击，乌克兰武装部队已经转向战略性的机动防御，双方的战斗规模为班排的小分队。俄罗斯军事专家认为，乌军反攻后，今年乌克兰武装部队并没有提出新的战略企图。基辅方面也正在讨论和平协议的一些想法，有的观点指出，俄罗斯将接受乌克兰加入到北约，以换取乌克兰不会试图收回领土的保证等等。但是有更多的专家者认为，只有俄罗斯在军事上能够彻底恢复顿巴斯的行政线之后，作为缓冲区并保持着顿巴斯2000公里接触线的安全，这才是俄方打持久战的基本方针和自己的底线原则，乌方加入不加入北约与此无关。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萨维、顿涅茨克的报道。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加剧，韩国军方七号表示，朝鲜连续第三天在半岛的西部海域进行炮击。不过，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部长金宇正就表示，六号进行的只是进行炮击模拟欺骗作战，观察韩方的反应，同时又警告韩方，只要做出很小的挑衅，朝方将立即予以炮火洗礼。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部7号表示，人民军西南海岸防御部队当天对西南海域进行实弹射击训练，训练动用了部署在康旬郡到延安郡23门海岸炮，发射了88发炮弹，对海上军事分界线和平行线上以东方向的四个区域进行了海上实弹射击训练。朝方强调，这次实弹射击区与军事分界线无关，没有对敌对国家造成任何威胁。韩国军方表示，朝鲜当天在延坪岛以北的炮击训练，炮弹没有落在西部海域界限以南，没有造成损失。韩方指，这是朝方连续第三天对延坪岛以北区域发起炮击，但韩方没有计划进行应对射击。不过，据朝鲜官方朝中社报道，朝鲜人民军在6号其实是进行了炮击模拟欺骗作战。朝中社又引述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部长金宇正发表的谈话，指朝方在模拟欺骗作战中只是引爆模拟海岸炮炮身的炸药，此举旨在观察韩方反应。金宇正说，韩方把炸药爆炸声误判为炮声，臆测为炮击挑衅，并谎称弹着点位于西部海域北方界限以北的海上缓冲区。金宇正还警告说，韩方哪怕做出很小的挑衅，朝鲜军队将立即予以炮火洗礼。凤凰卫视综合报道。好，接下来关注到的是，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7号视察了新建的光川养鸡场，而金正恩的女儿金主爱陪同视察，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有多名的干部随行，而金正恩也强调要把生产常态化来作为重要任务，还有政策任务来狠抓，周密安排生产经营活动来不断的提高产能，从而把更多的肉和蛋配发到人民手中。金正恩查看综合调度室和生产建筑，具体了解了新建工厂的现代性和产能情况。金正恩高度赞赏全体工作人员的付出，并对光川养鸡场建设成为朝鲜家禽业发展的新基准点、新典范表示极大满意。
金正恩说，高标准优化技术设备、饲养饲料管理来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质量，是朝鲜一贯坚持的重要原则和要求，并同随行的领导干部们讨论了现代化改建全国家禽生产基地的办法。金正恩说，光川养鸡场要在推动朝鲜家禽业和地方工业发展以及民生改善项目中继续发挥带头作用，并强调要以光川养鸡场为标准，改建全国家禽生产基地，积极推动家禽业发展有效转化，同时把养鸡场建设及现代化经验推广到全国，继续以实际成果改善人民生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一个人权组织七号表示，缅甸军方当天空袭了西北部一个由亲民主抵抗运动控制的村庄，造成至少有17名的平民死亡，当中包括了9名儿童。事发在石阶省的卡南村，参与救援的居民就表示，一架喷射战斗机一共投下了3枚炸弹，这也导致一个学校附近约10栋的房屋被炸毁。另外呢，有居民表示说，死者当中是包括了9名的儿童，而空袭还造成了至少有20人受伤。缅甸军方电视台七号的晚间援引官员报道称，当天上午并没有飞机在事发地区来飞行。要关注一下美国，美国的国会共和民主两党领导人七号就今年度的联邦预算终于达成协议了，避免联邦政府在1月19号停摆，但相关的协议还是需要参众两院来通过。预算兼顾国防以及民生开支，那么总额呢是为1.59万亿美元，当中包括8860亿美元的国防支出以及7040亿美元的非国防支出，这也足以让政府运作至2025年。共和党籍的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就表示，相关协议是过去10年来共和党争取到的最满意预算案，但是最终的支出水平不会让所有人都满意。参众两院的民主党领袖就敦促共和党人不要最终破坏协议。而至于乌克兰及以色列的额外军款的军援拨款，则是不包括在这一次的协议当中。好消息更便民了，因为从1月10号开始，深圳铁路将会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在调整之后，往来深圳福田和香港西九龙的列车将会增加到每一天有98趟。自2023年全面恢复旅客通关以来，西九龙站口岸共11次单日查验旅客突破10万人次，元旦3天假期共计查验超过32.2万人次。高铁出行成为深港两地居民的最热门选择。为满足日常往来、旅游、商务等出行需求，从1月10号零时起，铁路部门将原有通过但不停靠深圳福田站的部分列车增加停靠点，每日往来福田和西九龙的列车将从74趟增加到98趟，同时分别延后两地末班车开出时间到晚上的10点半和11点。新的列车运行途中，深圳前往汕头地区的运行时间将缩短26分钟，形成2小时交通圈。另外，前往齐齐哈尔、成都、武昌、郑州等地的普速班列将改用时速更快的客车，来提升运行效率以及舒适度。2024年内地春运将于1月26号拉开帷幕，为期40天，首日的车票在1月12号开售。凤凰卫视陈维希、宇丹深圳报道。要带你去看一下香港体育赛事，香港网球公开赛2024一连8天在维园网球主场举行，而七号也举行了决赛，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到场观赏以及颁奖。李家超也在社交平台发文说，这比赛不单是获颁授 M 品牌认可的世界级体育赛事，更是暌违21年后再次在香港举办的 ATP 男子职业网球巡回赛，意义非凡。李家超也表示，决赛期间球场内外这气氛很炙热，而且他和在场观众一样看得很投入，一同为球员精彩的表现来欢呼喝彩。他祝贺来自俄罗斯的选手卢比夫凭借着出色的表现夺得冠军，也感谢来自世界各地的球手来港参与这一项国际性的体育盛事。他也提到开心看到多项的国际盛事相继的重临香港，特区政府也会继续的积极推广香港成为名副其实的盛世之都，要吸引海外的旅客来港，推动本地体育、旅游和文化业的发展。
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与香港苹果日报三间公司涉嫌串谋勾结外国势力案，周一继续在西九龙法院审理。辩方大律师彭耀红声称，因突发私人理由预计缺席未来两星期的聆讯，预计控方证人做供程序会被延误。辩方申请在控方宣读同意案情之后先行播放涉案影片，播放相关片段预料会需时约一个星期，其后辩方或需再申请将案件押后数天，而原定于九号控方证人开始做供的程序将会被延误。控方呢，早前在开案陈词当中指出，苹果日报多次刊出要求外国势力制裁中国及香港的文章，黎智英充当主脑，要求外国施以制裁。而黎智英被捕之后，仍然继续的指示时任苹果日报的高层发布煽动文章。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午间专列，继续锁定我们各界新闻了。